姚明是，不管从560到840，或是现在媒体上讲说是不是有可能要再往回头，刚刚讲说那个392到560。就包括这个喊好了，把明显气成这个样子，就一个个案怎么可以搞成这样，然后还在市政会议上这样，好，有几个案子可以这样，但不管你怎么说吧，这黄鸿昌讲的，目前北检查不出金流，陷入焦灼式空转，北检现在就是在空转，两个月内一定会起诉柯文哲，这是黄鸿昌说的，所以他直接告诉你两个月内一定会起诉，但起诉用什么条文起诉？如果要讲说就是查不出金流，那起诉要用图利吗？好。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整个两个月如果起诉，好，那接下来呢？你如果用图利要去起诉，如果照黄国昌说一定起诉，那两个月如果你是用图利起诉的话，国内政坛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当然这个，我觉得昨天黄国昌委员他在直播节目里面讲这一段哦，第一个他怎么知道北检查不出金流？这个我蛮纳闷，就是他不是说侦查不公开，那是他凭借目前媒体的现象来去揣测，是啊，比如说那个什么100万投资媒体或什么，也许黄国他们知道一些内情哦，所以他们知道说现在检方在这个里面打转是不利的，就是说检方他们可能认为说如果查到这个地方表示打歪了哦，也许他们心里面是有数的。那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方式，所以这个国昌委员他变成是好像是预言家，他说两个月嘛，这个很快哦，11月5号见真章哦，11月5号，因为这个9月5号收押嘛，那11月5号之前如果没有起诉，没有把他这个做相关的话，对啊，那这个国昌委员可能就这个落赛一次这样子，好丑一，对，就丑一。不是啊，我插一个话，就是说黄国昌都这样啊，如果说有进度的话，他就说你看不是侦查不公开吗？你怎么还泄露给特定媒体？为什么大家会知道？然后现在没进度就说你看陷入空转，没金流吧？不过我觉得昨天国昌委员他的讲法是对自己人讲，对，那个叫做让自己的凝聚性更强，告诉大家。打两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等着看哦。这个北检如果只有用图利起诉的话，哦，我们接下来要该怎么办？或是对他所有的支持者打针，告诉他说，你们不用讲，他一定会被起诉，好吧？但是现在看起来查的这个样子，就是没有金流，他一定会被起诉。所以如果起诉就是图利嘛，你看看政治追杀。但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些话都不要讲太早了，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起诉书之前哦，就是检调还没有摊牌之前，我们不要，我觉得国昌讲这段话有点危险，有点危。如果最后这个翻出来，然后呢，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对柯文哲极其不利的时候，就算今天起诉柯文哲有办法去辩驳或干嘛的，可是你这样子最后那个黄国昌，你黄国昌不是说都查不出金流吗？怎么这个里面有一些？你讲不清楚，说不明白，那就麻烦了。更何况，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哦，郑文灿的案子哦，那个7年前一样啊，牵结啊，7年后照样起诉啊，为什么？因为有了污点证人，有了那个所谓白手套，愿意说他有送钱，那我必须说，现在哦，也许陈庆他们都说没有没有，那你怎么知道到时候接下来一个多月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都不用讲太早，起诉书出来一翻两瞪眼，可是呢，黄国昌委员他讲的其中有一段，他把民众党接下来或者说这个柯文哲他们的辩护策略讲了出来，就他讲说是都审会做出的决议，你要怎么弄柯文哲？可是其实我们的图利的那个法条哦，有一条叫做对主管及监督的业务哦，明知违反什么什么法，然后去图利别人，所以。就算今天柯文哲不在那个都委会，但他是主管监督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那个高院在驳回这个打枪他这个交保五保请回的这个决裁定的时候说有积极介入的这个嫌疑嘛。所以这一段我想国昌委员当然他是认为说这个是都审会的共识决啊，这关柯文哲什么事哦，这个是他们未来的辩护策略。可是我只能说，这个在未来，如果即便是图利，这也不见得构成能够把图利罪嫌消除的其中一个。可是杨，如果照你刚刚那样讲的话，我们分两个层面讲，一个是打法律的层面，是对不对？你说如果他策略这样，能不能说服法官？那这一块，但另外一方面很好用的是政治方面呢、是，就是跟支持者喊话。平常讲，支持者只要听到第一个黄珊珊说有没有台湾省那个事情细则里头都有什么什么，或是听到黄国昌讲说这就都审会啊。关柯文哲什么事？你就硬要把都审会栽到柯文哲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只要这个词，所有的支持者讲，对啊，你看是不是？
柯文哲有去参加都审会吗？他连资格都没有，他不是都审委员。然后你们就是要把他的词摆在他头上。黄阳明，你还要说那是他监管的业务？你看，你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对所有支持来讲，这太好用了、啊。不过我觉得，因为你知道以前有那个什么实质影响力的辩论、啊，对，实质影响力说。后来其实是有做一些这个见解，但是那个不在这一次的这个法条里面的适用的解释啊。这个因为图利里面就有一个叫主管职务的图利罪，他根本不需要去讲有没有实质影响力，你就是主管，市长当然是主管啊，因为尤其又有一个所谓的晨会，又有什么交办，又有便当会，有交办，有这个过程，所以我必须说，如果今天黄国昌委员他们认为说用这个方法，未来当然这个在法庭里面攻防，也许可以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论证的一个依据，但是我觉得不容易成功，我是觉得不容易，但是昨天他的说法里面。隐含着他们认为用这一块来去做辩驳。OK，